一把。公仔，我多个公啊。一下把你拉了。没办法，这上路有个斧王，肯定先把这斧王干了。我只有一个大，你咬住我放大怎么样？我休息。勾了咬。nice。飞了飞了飞了。我的九十六个。哇。骨灰是不是可以破折光啊？出个骨灰。我出了，我出了。然后出个秘法吧。我有大。我要去打个公章了，快了。下路吗？我要跟八道组队了。这满二是什么打法？你就支援个大就行。好的。这下路看起来只有我能混了。下路你去的时候兵已经光了，哎，入侵也去了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亮还是五级，他们入侵我们野区，怎么办？不好打吗？右边马上一大堆人马要过来了。你们那里改变了？我好像并没有死。哎，这个蓝，小鱼到后面想切我，哎，别让他摸我。我操，小鱼也来了。我没来了，我没来了，我也没来了。一换三还可以啊。九神大药给我贴大药，大药快齐。可以。给你骨灰。哎。哎，我操！妈的，你怎么没看到骨灰，看到大药了？你这什么心态啊？低层的东西不好意思拿嘛。啊，我的东西就好意思拿了吧？屌啊！我们关系好吧？妈的，骨灰不要钱，我大药要钱呢。九神钱多嘛，一百块钱小事。可以可以。哎，不贴。哎，秘法给我吃一下。刷了。可以可以。哎，就是秘法好了，把鞋丢了。好，但我并不是很想用这个秘法，我他妈魔满的。需要支援。出事了。又出事啊？哎。我发现你这个中单除了贴以外，英雄玩的不是很溜啊。做的也很，这么不错。操，拿我练。所以对面抢了 TA 吗？对吧，这对我贴的肯定。这欺负我脾气好了。我很肥，我踢过来了，我有四基地。我操！没事没事，这边还灭了，他头盾就说明他还灭了。怎么会吗？你这么肥吗？我操！他拉稀了。单塔，垃圾吗？你去看一下。哇，拉好多了。你拉住，然后我给大。我操，这种给大个亿。他们要干我，我操！医生，来秘法，秘法秘法，要偷东西吗？不用了。好多，我操！我操！我有大。中路。我
隐身。到没人了，没人了，不说了。已经失手。回来，回来。小心啊，下路隐身 TA， 八刀你死了，八刀你得先还有个点金梦想。这怎么斩小兵了吗？隐身 TA 不知道在哪儿，我好慌啊。那在我旁边吧。蜀神，我把递回来了，蜀神。我没来，没来。别别别，没来。调戏他一下，调戏他一下。秘法秘法，脱节。哎，小渊，好像引刀救我们野区了。啊！小心啊！引刀了都。斧王也跳了。哎，去找这个莱昂吧，上路待不了了。哎，别去了！哎，我也要死了！啊！左方上塔需要支援。这好快啊！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四四零一七。挨面了，贴。第二盾快掉了，还有一分钟，他们要干了。不知道在哪，上回他们塔也没走。哎，八刀，干他！算了算了，他还没掉。你该先垫他一下，我们就能干。他盾还没掉，盾没掉。上路可干啊，有干。可干可干，三十秒蓝猫收割。他送不来口瓶吧？需要支援。贴没 TP 的。哎，雪崩！我操！我被成，我们两个被一脚踢中了。贴上去了，贴上去了。雪崩！我的我的我的，这场贴扫了一万的了，这。我方上塔已经失守。中路走，中路走，中路走。还能分，还能分。你刷，你刷血晶吧。你别出资源了，资源。你自己想想吧，资源有什么用？团灭，我操！
嗯，不行，其他英雄还是不能开黑眼。对，差了眼。卖了，卖了，卖了，九神卖了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嗯啊。兄弟啊，怎么玩啊？TA 打蓝猫不至于七三吧？我觉得蓝猫打 TA 挺好打的。后面消耗不过的。蓝猫打 TA， 我觉得是蓝猫七啊。我操！我觉得五五吧。贴五 G 哈，他那个泽光很难破了，然后消耗不够的。你前期有优势吗？到了五 G 你可以去打野吗？有泽光。我跟你说一个很重要的技巧，就是你 R 了以后 A 他一下，其实是可以破两次泽光的。这个知道。你知道。但是没有那么碧黄。嗯，碧黄，他们喊你来基地玩。啊，玩什么？开黑。垃圾袋说想跟你联络。好。我操！哎，不想玩了，不想玩了。妈的，出门就死。操，你们今天怎么了？把我们训练割了，我操，不会玩了。没有啊，就休息一下，休息一天。老弟疼。我操！特次。雪崩。快来吧，快来吧，等你啊。呀。对啊。就现在啊。啊，不好吧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垃圾袋说想你了。别出门了吧，可以挂机了。已经失手。不出去了，不出去了。守住全神。该不该入场啊？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对，节奏不对，我藏的比较好。妈的！哎，这烂是过来干嘛的？还是家里安全一点吗？家里等一下被入场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我们一起走啊，遇到烂还能杀的。啊？真的？我感觉他在这边。右山已被天辉之手击杀。哎呀，又习惯的介入。说实话，一个英雄打久了，打其他什么都像铁，好烦，改不过来了。
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中路兵营需要，我方中路兵营已经失守，我方中路兵营已经失守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中塔已经失守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中塔已经失守。我方遗迹需要支援。全面关闭。我方遗迹需要支援。打打打多一会儿，打了十点多吧。三楼是谁啊？不知道。拉我拉我。据说 TA 很屌，对面桥。是吗？然后去了吗？然后爆炸。真的假的？跑出去了。妈一个。解封。他拉你了。嗯，干嘛不排啊？谁没退啊？那个大哥。妈的，开个黑这么认真干嘛？我操！因为我本来还要出个风脸，我操！因为我弟把把门干得太大了，直接被打得出不了门了。斧王 T 小鱼人。
卡我们。是卡吗？我刚一百平。好卡，百度都打不开。我们被偷网了，我感觉。GG，网络打不开。你又跑出去了，我的天哪！看一下拼，我看一下，又是一百拼，我报警了。剩十秒，好卡，我们两个，我一百九十四，我开巡游了。还剩五秒，操，巡游用不了了。哦，对，还要充钱。哎，谨慎一点嘞。还有23个小时。赶紧，请挑选英雄。还剩十秒。请挑选英雄。为什么？啊，行啊。哎，可以了。哎，哦，有可乐啊。我操！我的飞机被你随机了吗？对啊。是抽奖。哎，我就开巡游了。开着。你已经开了。好了吗？179。你怎么开？你没退怎么开的？我退了，谁告诉你我没退啊？退这个吧。啊。然后直接开就行了。啊。
不要那个吗？不要大退吗？不用，再直接开。这就可以了。这个二楼是个傻逼，天天选土猫。开个巡游，开个巡游，稍等一下。小明疯了吗？哎，然后再点这个是吧？哦。现在点是吧？好了吗？开好了。啊，那你点一下。啊。不是绝育了吗？他说过两天我再回来。小明崩的了啊？崩的了。我第一个买闪失。还没选完人。对面肯定没选完。先往普王来。看一下屏，好了没？指数求两个。Nice。买个鸡是大饼。啊？请做好开战准备。你说什么？这是游泳吗？走走走，走起。走起。我觉得两走起，这个时候。见一个干一个。你控制我输出，或者我控制你输出。好的好的，主一也屌得很。主一，一下墙了。一哪能打到人啊？你妈逼，等你给打到人，你妈逼几点了？浮尘，这么认真，比赛完了，打开黑还完了。我操，那你菜成马了还不玩？哎，我看那个芬里尔的烂玩的好贱啊！我操，他那个复制插眼就行了。啊！30秒后战斗开始。好的。哎，这复兴呢？我呢？别吧，我感觉。那抢吧。点一直点，看谁可以。这位置很好吧？哦，点不到了，不是你。你吃吧。这个宝斧王是什么意思啊？好肥啊！我操！哎，没买物、啊，我买。我买两个物过来，好吧？我两级吧。好的，把他们打穿。辅助要两级，你说？随便随便。没人，我去拉野了。直接走起啊！哎，冰女在这。有吗？看到了。没看到。啊？近视啊？三个高三的。我先拉野吧，先拉回来啊。哎，不会爆炸了吧？不，没爆炸我就戒野了。哎呦，我操！这射程没接到，不用接到，我们三打三最好接不到。是游走还是上去干那个斧啊？是抛弃酒神还是保酒神？我感觉动起来比较好。我没有鞋子就是。走着。九仙你保重啊。先把中路这个傻逼干掉吧。可以可以。哎。杀不掉吧，我们直接干中吧。你先说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，你走。
最终了。哎哎，我不想死。哎，我真的没死，我送死了。我看买什么，买个相位吧。我没技能。噔噔噔噔噔噔，阿B。我直接踢了，我等他不远程兵，我直接踢啊，可以吧？踢了踢了。他还跟我们，他想干嘛嘛？想干嘛嘛？别走，一会开个雾继续干呢。天你脸，准备开了。不是不可以，我感觉就赶上了，他肯定踢下来了。相信我的直觉。我买个相位回家了。死当上服你要吗？哎，其实你先搞爆他了吧。要不动，我操，有蓝控，本来就可以。我们现在回下，我感觉有收获。我没眼，没钱眼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再买个物。走着。在哪？在哪？我感觉我们如果抗波衔接的不好的话，会被反杀。对啊。去啊去啊去啊！直接干杀神啊！眼珠呢？都给你，都给你。能杀！大王，大王，快来，大王！到了没？到了没？到了没？哎，你怎么不赢？哎呦，兄弟！这我死了。操，有种是被坑了的感觉。我操！酒神镜头给你了，镜头镜头给你了。啊，镜头。六六六六六。我操！即使镜头又给你了。镜头。我操！啊！被这个打死了。是的。哎，插个塔会眼，插塔会眼。有兵，等一下。我先去控个符。操，他被那个石头人打死。哎哎哎，兵女兵女兵。我吃个加速把他抡了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哎，谁在被打？大哥，我被打死了。连。我操！镜头又给你了。他打不过我。镜头给你了，镜头我知道，别打配，我知道。给了，给了，镜头给了。
专业蜘蛛打不过啊。操，我们帮他游了两次他还打不过，说不过去了吧。下路下路快，下路有没有？下路快支援！镜头也给你了，下路。啊！我靠，他叫帮手了。香味加装备，雪崩。哎，河道来不来抢符啊？来抢这个符啊！重新定位中，打不过。妈的，有我会打不过吗？对啊，你先走，你先走，别管我。我已经被他送回来，你还走这里？啊！我操，耐他！崩了！我好凶啊！不好干好吗？这么多人，你一下就干过来。没了，开完了。好快啊！我们的我们现在三路也有。真的吗？上路其实要单杀了。他有大，他有大。有。等我来，等我来。我们把蜂王杀了，躲到。蜂王在蹲他哎。蜂王在哪？在这里。可以强杀他。我只派我导弹去啊！哎，你点上一个符，冰雨踢了。我操！雪崩啊！我刚火、啊。被他大丢出来了。你怎么能让他丢不出来嘛？人好多啊！我操！又给镜头了。我操！愤怒的爹！怎么办？我操！还有这样玩的？我他妈去哪找机会啊？没机会了。我感觉强势期已经过了。他只是去抢符的。哎，蜀大王带我吃点肉啊！我很弱。妈的，蜀大王就是不让我照亮。是的，长官。我必须要跟着一个大哥。下来了。感觉跟技术比较靠谱，你觉得？喂。跟技术。正在部署。哎，这里杀了眼，看着杀的，好好，你不想买眼了？哎，整个人都变脸了。继续推塔。夜眼禁止全面加速。Nice， 来啦！王没到了。秀的一手好土吗？顿时就变成菲利尔了。辅助，一个一大一只蛋，哈哈哈我还不能使用。下河道有眼。就是分点小蜘蛛给我，我操！我能跳了。
可以杀吗？不是不可以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哪里有野了，九爷？现在不知道了。下河道嘛，反正。操！只想混个六。啊，在这。我打钱了，再也不出来了。这房居然跳了！哎，蜀道王，你的 ID 跟你的打法不像。有你们在，我哪敢开瑞啊？好不像你的打法。打法挺像的，只是没打成效果。别冲动啊！我的天哪！我操！实力太大了！我操！实力 Kelly， 哎，有，我就想混个六，我想混个六。六了没？没有，还差一个兵。可以啊。没有，差一个。六了，六了，六了。开了。不错，八哥已经死了。开了。这个塔，王美 TP，PM ATP， 他个土猫 TP。谁来谁死，来一个死一个，来两个死一对。一个都不来怎么办？我只想问，一个都不来我们怎么办？我没狼啊，这不。你干脆就做个眼呗。操！怎么从这边过来了？怎么说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问题来了！问题来了！哎，你先走啊，别管我，别管我，别管我。哎呦，干嘛嘛？吃个骨灰。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哦，你们为什么会卡？对啊。不能有大，我有大，打一个死一个，打一个死一个。祭司，你要我坐哪里？这眼给你。这里，来一个。我操！你是我给你一把，你穿过去自己坐吧。来。我操！血崩！对面是不是职业队啊？大王，我们带不节奏啊！我带不动啊，我到哪都怕怕的。操！这不是我认识的蜀大王。这个疯狂，这个疯盘的斧王这么狠，我操！你妈逼这么多血！563血，570血，三个魔棒，爽一下了。开出大！开出来了！哎呦，他们东西有好多。我操！你们跑的都好快啊！疯狂面具。我操！哎，回头是岸啊，兄弟！
弄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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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弄你赶紧去打跳吧，崩了。敌方中已被反补。弄他弄他弄他，还要靠我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可以踢，我可以踢。弄啊！说的弄到了，我先说。主持人，你没看到吗？太远了。啊！谁去了？哎，大逼，不是不能打、啊，不是没怂过。有没有技能？有没有技能？就打他，就打他！老子被弹死了，我操！这我老婆的连接好烦啊，硬生生高通给他的连接。我应该是中单的。我方中单。该给你中单的。你打野我都来，我操，我们是谁？是这个道理。不行，我要刷了。我要稍微刷一下，不打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一个土猫，一个斧王，我太容易死了。开悟了，开悟了！九神，你要死了，九神。我不能死吧？哎呀，你中路，中路有吗？引刀没了。快走，土猫跟走了走了走了，赶过来的那两个开悟的不知道在哪。还他妈少个人、啊。可以打。真的可以打，真的可以打。闭一下吧，相信我。石头飞过来了，这波可以打，这波。没拉没大，我不能上，我也不想打。王在这，小心斧王。妈的，到底什么意思嘛？被先死了，你打完了，连死三次，热死狗。我连死八次了，我操！果然不应该打。他老能先守到你啊！刷吧，刷吧，刷吧，刷吧！他们要抱着推了。已经失手。你说什么？说清楚点。就打蹲了吧。来，我帮你打跳。过来刺一下。有可能打蹲了吧。斧王不在，斧王不在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也来了。再说一遍，斧王不在。为什么他可以穿过我们的人来直接搞我嘞？这不怎么打说话。带线，带线，带线。
现在不送了还有点机会。他们贴不飞了。已经失手。我想，我现在可以提升我的飞行高度。找办。方位已确定。正在操作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打烂你的腿。哎，王走了，下路我踢了，王走了，王走了，下路来人啊！啊，这是绝对不会上。王走哪去了？王去中了。需要支援。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妈的，他给我发个信号。夫妻应该打得过吧？这有一波给你吧，感动苍天。还有个把门，想把帮人开了，就真感动苍天啊！是不是你俩攻击这么高啊？哎，别的两路带啊！去准备流了，你们带。收到。啊，我哪也不想去，我操！我只想拉远古。我方上塔已经失守。系统全部正常。好，十四个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我操，这条线直直的一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哎，有人进来。哎，你不跳四个？冰女有吹风。我操！退！妈的，没有队友。这无脑可不能让他走了吧，先走一步了。I'm not
送了他。开光环，有的翻。从这一刻开始，我发力了。怎么感觉远古被封了？把来飞的，快走！你们帮我反一下远古。我再拉一波，妈的，远古被封了，我翻不了身了。没被封。哎，这装备好像应该给我吧？这里有眼。啊，好好好，给你。哎，这符不是不能杀、啊。哎，技师。C T Y。哎，跳过去帮我拉回远古。没被封。是的，长官。冷却中。你说什么？冷静点，就是。很冷静。冷静。很冷静，很冷静。全面加固。来了四个。嗯，是轻微不好拉吗？我算拉吧。敌方上塔已被摧毁。咱们可以干，不能走。这么大。我还没有准备好。都在赶，他们等不及，可以打。防火了。可以打，就可以打。而且不怕了。前面你们帮打控着。TTY 可以吗？不好打吧，这里别打，妈的，支援太快了，这里。我方下塔已经失守。放电脑过去。怎么开？没有啊，开悟了。回来了吗？没有啊。防御，回来吧。你们觉得呢？对啊，快打，你不够了，逼着你不打了，给你打，没封啊，这里，我还没有准备好，打了，军官，谢谢，我也不打了。打得好嘞。上塔。这宝石了，我操！出什么有用呢？闪失。晕锤，出麻痹一下嘛！我又回来了，怎么说？再挑战一下。不是火刀，是火刀。哎，给我吧，给我就变眼了。可以，我帮你打。我顺便回点蓝。残疾皮也刷起来了，我是娱乐狗。我去带球了，就是。好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转。我方中需要支援。啊，高地要回去一直吧。我方中需要支援。快走！对。那高地还是守一下吧。高地还是要打的吧？大的丢嘞，炸大的，快推高！快回啊！我已经回来了。哎，我也回了。我先耗一波。
快骑出来你。卧槽，兵器输出好高。操，我动不了，我动不了，我动不了。哎，先回家了。没血的门，蓝宝在哪？哎，飞出来，拿飞出来。任家族吗？跑，跑得出我的五指山！我操！我这是狗。哎，可以啊！我把他炸死了！宝石在这地上。他要把宝石丢下来，他就可以走了。操，这个比加了一个宝石，以为自己可以逃。祭司，我还是懂你吧，祭司。那个符啊。哎，我远古不会被抢了吧？祭司他妈不理我了，人。别看，别看，看了会伤心的。哎，滚过去，滚过去。如果我们可以打个肉，我并不建议，并不建议打个肉啊，能不能来啊？刷了刷了，看一下刷了没？不，我操，我个什么都打了，我操！我还要再来一个等杀，你想要过来等杀，再来一个等杀，好玩了。上路是没有破的，上路猪啊，破了他才没来的，换家了是吧？祭司我操，可造你去上路啊，上路没人，上路全是人，你上路有人吗？这是猪打的，他们是投了吧？应该是吵起来了吧？他们等死亡。那我们打个盾吧，我们打个盾吧，保险一点。先把下路线推出去才能打斗。好，你们不来我就把盾拿了。你打吧，打完了自然会有人来拿的。感觉这是一波恶战。这个盾是不是给我的？是的，是的。你没格子啊？我拿吧。我可以丢一个，我的鸟已经过来了。你先上去放一个那个，看一下。算了，直接拿吧，直接拿吧。走，虐拳，虐拳。我操，这伤害爆表了，爆表了！虚虚有点高。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。哎，人呢？人在，人在。土包买了，土包买了。滚泉水。
有买这面都找不过。感觉是被连了太多人吗？我杀两个，我尽力了。抽个什么呢？九成，等我回点蓝可以任性一下。真的吗？斧王还回高位了，这咋没打火刀？我还不能使用这个 PA， 不是可以操一下啊？我操一下，我建议还是等我再出装备操一下吧，可以操一下。真的吗？嗯，他有 BKB 啊。你换夜不亏。啊？啊？怎么死的？我真的不知道，不知道。还好我的东西不在鸟上。大王，你恢复了，大王。拿。快快快快快！我吃了恢复还得回家拿，还得回家拿。啊？去杀个人啊！去对面买啊！哎，干起来了，干起来了！快快快，去对面圈去买！马上到，马上到！哎，控制呢，控制！啊！九神吃了程度的伤害。追！哎呦，这把玩的好开心！追！开了，开了，开！别跳，别跳，别跳！哎哎，斧王，斧王，这个是斧王，斧王和两个。怎么可能能喝到我？自杀！对不起，我忘了。哎，秒活可以，我来了。是这样吗？最强状态。是这样吗？啊、我刚才冒出来，往旁边滚，我死不了。哎，进来，进来，这个 PA， 哎，点错了，点错了。这是什么鬼？大王别这样。点错了，点错了，点错了。刚刚你有一手自杀，别忘了。哎，又点错了。点错了，点错了。哎呦！还有十个。我阳刀进位，哎，这波我带着 BKB 出来了，挺强的。PA 在追我。我感觉可以打。你心里上啊！你是猪妖，虎王。谁也没点到。我打不了这个，这个才是输出。啊，两个都打。接出来。那其实你运气好好啊，没有一下 miss。你不知道有双刀就很少会出 miss 吗？残废了就不会出啊。啊？真的不知道啊。因为他已经残废了是吧？就不会 miss 了。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动作变得迟钝。哎，没按到吹风了，这是。改定位置换回来了。这操作，再把水拳。杠。哎，杠。杠杠杠！我操，没事。当我没说，当我没说。小事。可以干啊，可以干、啊！我来了。也别打啊！哎，别打基地啊！别打基地啊！没打基地啊！我不能顶了呀！我顶一下，我顶。哎，我操他妈的！没人了。
哦。我操！四十分，几十年没见过了。哎，为什么没我？队友在哪？就是。怎么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分数还可以。再打一盘，打一盘，今天休息了。瞎逼玩一盘。我跑。跑来这里。还剩五秒。请挑选英雄。走这里是为了什么嘞？嗯？游戏怎么没了？重进一下。哎呦！就是不给我直播过生日。不管了，吃了你的吧，吃了我操，不能吃。哎呦，这麻死了。十二点吗？少点啊！操！疯了！主要是总裁来了。我征求一下意见。刚才是张学友的小城大事，活出生命 live 版。玩什么好玩的呢？还剩十秒。我选英雄。那种 SP 打不过这个巨魔，我操！辅助夜魔。
那我去哪？你中单。我中单也可以。我不知道玩什么了。随便啊，哪都能去啊。那我去中单。哎，我去优势了吧，我去优势法语。我主点灯出来干人。哎，138的屏。妈一次，拍的什么东西啊？不是联通吗？要不要暂停一下？暂停一下，等，靠，他们都是好的吗？没有看到。我把讯游关了试一下。关了再开。直接把讯游关了。什么游戏啊？哦，我只会 VN。好了好了好了。我去哪呢？你打野的是吧？那我优树落了，可以可以，我有点。打不了远古。你打得了，打得了，我相信你。你把自己快的树全吃开，我操！不是，我把这棵吃开，他就冲过来打我了，我要隔着一棵打。真的就。这个符能不能？不能。美杜莎来啊！来啊！帮我打个眼前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好像不敢干，这是。真是啊！我这种不会了。哎，你不开树，你怎么打远古啊？不是没视野，就是要有个眼才能打。你开了数据有视野了，兄弟啊！有技法，你自己看。你再开嘛，再开不就有了吗？再开他就冲过来打我了。你放他风筝。你在这个位置打。滚你妈！这怎么打？那你去下吗？你要是不会打就下来吧。没眼，我会打。没事没事，不会笑你的，不会笑你的。你拉野啊，拉野啊！也被封了。反补成功。去战斗。好，那怎么办？等你等你火到他，我接技能啊。
妈两个战友挂我了。不行，我去打野，你跟他 solo 吧。你的房怎么不转啊？妈的，我也想问啊！转一下！哎呦，我操，实力杀两个！这房我简直醉了！你去猎食，你去猎食了吧？我跟他搜了吧？妈，他起飞了！你来猎食也打不过猎食三个人。啊，真是服了，一下都不转，站一下他就死。哇塞，现在转的飞起。你怎么快死了？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哎，好好玩，好好玩，不太想扣四十五。哎，小打，看到你了，兄弟，不演了。终结这些敌人吧。你们快被野打死了。妈，我一直拉着打的，我他妈真是命苦啊。因为发条炸个导弹你就没了。看直播就把我炸死了。哎，发条被我打不见了。我操，送了他两个人头，他不敢来了。杀不了那只鸡，我觉得你要两鸡才能杀。你不如杀鸡吧。我一个兵两鸡。啊哎呦，你这家又混人头又混助攻，我操，又混经验。助攻不是我的，他那个人头不是我的。啊？人头不是你的吗？没事，我一会六级了，帮你干。我能踩到他。我操，打这么激烈！我操！不亏，我肥了。我加了。哎，这发条怎么像吃屎一样的到处跑啊？他下路没法打，兄弟啊！就因为送了他两人头没法打吗？老子在妈逼在中路跟蓝帽打得好好的，这个厨都让他妈逼怪坑老子。方中塔需要支援。炸！毕竟我死大王。你看，这就是来下路的后果。就是能踩到他就能杀。嗯，他逗我。哎，我四级点灯啊，滴他一下他就死了。给他个滴啊！我点他人了，滴不出来。下路可以去个抽酱油补，没多少。啊！我找人抡了，有没有雾啊？上路干他吧！
我这波很强。包上去吧，跟我冲，跟我冲！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杀向敌人。不介意给我一个吃素吗？可以可以。冲上去！我这给你吃素啊，不是说没眼吗？没兵线。上塔需要支援。不是有眼，是没兵线。死者还需要休息。哎！哎！往哪跑？围他一个，我吼都不想吼了。斩了，冲！跟我冲，跟我冲！哈哈哈哈哈！一个，斩了！哎，就差下来这个。好的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杀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杀！我插个眼。嗯，为什么不斩呢？为什么不踩呢？为什么？那五个人怎么踩？那个差点是一怎么踩？我操！我被巨魔杀的。啊，不用加了。搞把跳呀！再接再厉。没事没事，没多杀再刷，我们还可以上去干呢。真的吗？真的，随便打。哎，这美杜莎怎么技能都变了？我有冰眼套装。就玩两天啊。DK 发的合理。我操，白天了。九成有没有兴趣跟我上去啊？可以啊，等我打完这波。来来来来来。我都炸了你一发！干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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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以，我可以帮你开大。左边有拉里克，右边有拉里克。左边有个拉比特，右边有个拉比特。右边，右边。终结这些敌人吧！今日一战，蜂王前进。谁能带我飞啊？我可以，我可以，买个物，买个物，我带你飞。应该能带我飞上天了吧？救不了呀！哎呀！我操，有减二！哎呦！怎么还扣45了？厉害！非主流打法不符合情理啊！屌丝吧！直接血晶啊！全面加固。哎，中路可以守吧？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哎，上路可以守吧？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我到了，塔也反不了。冲锋陷阵。怎么说？现在怎么说？现在没法说，把中路这波线清了，我们去上去。哎，秒控一下！天辉进士已被击杀。我操！冲上去，冲上去！终结这些敌人吧！
哎，哎，上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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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干再干。发条好飞啊！他给我点个灯就快死了。打猫，不是不能杀啊。看不起我吗？这他是怕我点他灯，他就想补那个兵。打我上来！我记得以前看兵皇打过这么一个打，进入了我的世界，就是疯了。啊，好好，我出跳行了吧？我出跳，我出跳。啊，碧华，我跟你说一个出招，小小不要先出 A 掌，先出风脸。你是不是比赛里面先给我表演一把？光说我学不会啊。他勾我。我没跳啊，兄弟啊，我只能远。他死了。老子有点凑合啦。哎，老子又点啊，老子日了狗了。有跳。哎，我有跳，我有跳。哎，都有跳。他们以为我不出跳的。干。哎，我来漏。现在晚上不是不减时间了吗？晚上开大不是不减时间了吗？应该白天开，不是应该晚上快，晚上刚就是刚要进入晚上的时候。哎，要不要做个眼啊？这位置？好多讲究啊！你们。我感觉有人在蹲啊。啊？哎，没有吗？因为现在夜魔开大是不减时间的，就是说时间还在过的。哎，干他！那就是什么吧？哎，下路死了。快到晚上的时候开啊，然后晚上就能赚 CD 了。哦，还好我看见了。几点是晚上？什么情况？不是在打你吗，九神？不知道，突然转变不知道了。哎，我没跳出去啊！妈的，好不想打！哎，这技能好酷炫啊！我方下塔需要支援，是吧？这套装多少钱啊？不知道，买门比安联赛门票送了。是吗？你看我这个头像，你看那个图片像不像忍者神龟？你就给女王家。你看过忍者神龟没有？看过啊。哎，几点是晚上吗？哎，毕生。啊。我这个屋买了好久了，你怎么还没带我飞啊？六点啊。你不说话，不交流。晚上六点到。开。开。早上六点吧，好像是。六点到六点。早上六点就没了，早上六点就天亮了。总归不会错，白天什么时间开都行，晚上开就错了。哎，做事业吧，先。走啊。啊，这么屌啊，这沉默！
下上过。哎，我被他秀了。哎，你别让他杀你就行了。哎，老子又点啊！妈了个逼的！哎呦！真是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我起码被点了52了。妈的，本来早就可以杀了走了，我操！沉默开了个大。开雾了，喂。没有了。继续，这盘看你表演了。这个英雄怎么表演啊？我把这难度给你调到合适的。本来是简单，现在是中等。哎，老子强！中路有没有机会啊？我怎么感觉我被偷了好多智力啊？哎，上面有人，可杀可杀！哎，你别这样冲啊！哎，让我斩啊！你这样又没状态了。我为你平，我为你平，我为你平。你为他平，不会是想要拿符吧？可以可以，他们少个拉比克。这还用你说？技能放出来啊！哎，我又减二了。我操，还好我游得快。真的游得快吗？开大盘，图圈有大吗？你还在点怪、啊，我操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哎，我已经被减得不想玩了。你好歹是个智力英雄啊！特别伤士气。哎，这蓝猫好肥。好跳，好跳。又肥我。终结这些敌人吧，现在下午3点你开就是了。我知道啊。哪又崩了？不是不可以，不是不可以，我还在赶，我还在赶。收割者姿态。我操，这还要追我？我没有四个人做开路。我能回头提供你两套技能。啊！我的。心好痛啊！我以为杀不死前面两个。妈的！大师，可以看到啊，骗人！借书包怎么看？干！死磕不干！有雾吗？干！有啊，那放地上。马哥有。我操，这我怎么拿？妈的，蓝越打越低。先走啊，别被勾了。这蓝猫无敌啊，现在。走啊。只能等他们人散了，找机会偷一两个。傻呆，我跟一个在一起了。
全部加三十点之力了。就除非我吼五个，不然打不了。我操，抬我了！哎，陈默没大干一波吧？就这巨魔不能忍了。哎，还好。蓝猫是有盾的啊。不是不给啊，不给啊，这个。偷了我吼。啊！偷了个吼。哎，可不可以接 T 啊？接 T 啊！我后蓝猫了，没技能，我操！哎，追着打吧，能不能？我想问，蓝猫秒活的，蓝猫活了，他现在已经可以飞过来了。老子刚才提起两连，发现没蓝大了。我都惊了，不用打，一直踢就行了。怎么打发条没有一个人出推推啊？我操，这胆子好肥啊！我胆子好肥啊！还好我们毒杀没死。哎。九神上来开个雾去抓那个巨魔，来上路，把雾运出来了。终结这些敌人吧，九神来开雾啊。你们俩输出不够吧，应该带我吧，等我一下。够了，你慢慢赶过来吧，我们能控他十几秒。他应该在那边，我们等他移动过来吧。出拳这时候可以放大了。这时候放大是减这些白天时间的。感觉有点不太对，我觉得。他们这要么开雾了，要么打远古。丁票在离开我们了，几十啊？为什么？身体受不了，过几天又来开。好，放在这儿。签个大福圈。别让他放好一点。你猫找回来，走的早啊。这前面跑了，后面旁边没人，都赶紧。对啊，我死了。有。又被他冻结了。我还不知道怎么来。哎，蓝猫就上。要等那个，等你爸爸扣我了，然后我们再看就回来了。有时候就是要给自信，其实蓝猫再也打不过了。没有啊，我就这个扣我了，也打不过了。啊，这边扣，这边要二打五啊！我怂了。他勾我，干他们！干他！哎，我故意让他们勾的，算了。来，你去刷钱嘛，走，没必要，走了，都活了。稳一点，年轻人不要太气盛。
像对面很顺利的开了个雾。风驰电掣。CQ 安，你准备出什么？啊，冰眼吧，还是大雷啊？冰眼吧，冰眼稳一点。对，稳一点，稳一点，45分呢。我稳。他们又去打盾了。我感觉这盘输的不止45，应该有47到50只。不会吧？别吓我。对面跟我真的。我胆子小。五哥，有没有雾啊？来一发。打不过呀，兄弟。没有啊。美杜莎还没更新装备，蓝猫有 BKB。开大不全，开大，你大结束了就是了。他想勾我们，他们想跟我们打。我准备上了。我操，算了。真的吗？我找位置和五个。沉默。你和到沉默。不到沉默了，血崩了。我怎么可能和到沉默？沉默肯定最后。你刚才就和到了。哈刚才是他蠢。哎，我想起来这上面上有眼九神女巨对不对？那我卖一下吗？九神，你去把眼反了。我可以推你下来了。没睁眼。有睁眼吗？多钱啊？我们这样被看着很难打的，我觉得。那我这样又感觉就像有个眼睛看着我。再扎两下我就死了。啊？哎，我卖个睁眼，去把那个眼反了。可以。反眼。他们应该。别他妈又开大脑，我在这里等了。真的。你等会儿，你大结束了就是晚上了。你看我他妈的，哎，大的，你假装跳上去下不来。九神，你上去骗个勾。九神，我保护你。头转头。我操！我操！这发条下不来了，哎，可以打啊！哦，他们也推吗？没事，可以干。快闭眼了。哎，我们上去提他。哎，提他们。沉默没大，随便提。哎，鱼。跳，他有跳了，鱼有跳。我先把他吓跑。知道了。没事，我可以留到，留不到了。有点远。美杜莎都不学秘术银蛇的吗？别刷地上。哎，我不干，去打不了吧。我操，开大干戈了吗？啊，可以上波高地啊，麻烦。啊？真的吗？没得反抗。随便反抗就下，沉默没大，让我嚣张一会儿。哎，我建议我们去打个盾啊，稳一点啊。应该刷了。满的是稳。美杜莎，快来拿盾。我来提供祭品光环。快打！美杜莎拿双倍，美杜莎。